小姐，来看一下。怎么了？这汤里有蟑螂哎、欸。哦，等下帮你换碗新的哦。不是啊。现在觉得有什么事吗？你再给我一碗，不是用同一个锅捞起来的吗？不然怎样？钱退你啊。请问他套餐是199吗？对。哎、欸，不对，我帮你问一下好了。没有没有，应该就是。饮料可以去冰吗？去冰，应该可以。你们泰式披萨是小的、啊，请问你们用什么样的香料？我不知道哎，我爸问一下了。然后可以不用付钱吗？我爸问一下了，等我。哎，我想点抹茶拿铁，去冰半糖。好的，一杯红茶拿铁，然后您说冰块甜出是？抹茶拿铁，去冰半糖。不好意思，是抹茶拿铁，然后冰块甜出是？去冰半糖。去冰半糖，好的，马上为您送餐。先生，你餐点来了哦。这不是我上拿铁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听约啊，什么时候有空啊？对啊，快点来。下班好不好？下班要去，对啊，好不好？今天下班就先下班，先下班。下了。OK。Hello。好啊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。学修手服吗？请问点餐了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贝宾，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情。快加下水哦！你来都有事情想跟你讲。不好意思，帮你蒸一下桌面哦。这件事情我已经放在心里。不好意思，帮我收一下盘子，还没用完是不是？我们用餐时间到了，2小时，对。快哦，不行。我们现在认识那么久，请问这里还 OK 吗？这里还 OK， 那你不 OK 啊？加油！其实不太会的，但我最近有在学。可是我想问的是，每次球员他们每次，对啊，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男主角的剧本。汉语拼音啊，因为我中文没有很好。嗯，虽然我可以看得懂大部分的，但是有一些还是不确定。然后我看那个拼音会比较流利。Hallo, ich heiße Felix, ich komme aus Deutschland. Bin sehr froh heute hier zu sein und danke an Vorba für diese Gelegenheit mit euch zusammenzuarbeiten. Yeah.